你也当了。炒南瓜，放一些油哈。刚开始不要放太多，就是把那个姜放那个爆香。姜爆香，然后下去煮会比较好吃。少这个，少这个就蛮比较利一点，比较干净一点。利一点就炒一下，然后再放水进去，这样会比较好。这个南瓜。